用餐两小时哦。我们今天是假日，都是738元加一程。七天没有潮雕哦。明酿醉虾用的是绍兴酒哦，虾天妇罗，盐烧香鱼哦，啊，来个三只。今天是万万和米明天我们来收头吃到饱哦。他们的小寿司都是珊珊亲手做的哟。他的面衣好疏松哦。至少牛肉串，热腾腾的好吃哦，牛肉味很浓。圣和刺身大碗的。应该要有13片，不设备没有哦。鲑鱼软手卷，里面还有高丽菜丝、小黄瓜，鱼很新鲜。Soto Maki 卷，鲑鱼附在寿司卷的上方哦，炙烧的方式。看起来好 yummy 哦，烤法力贝串哦，明月虾球哦，记得还有虾片，超可爱，酥炸花枝。今天的横纲卷为什么那个酥炸的这些那么不明显，都没有蟹脚跑出来。耶，含姜片吃吧。北欧福袋，采用日本虎皮抹茶梅子口味耶，它 colorful 哎，包括北欧沙拉虾软耶。视觉味觉双重享受哦，好哦。抹茶跟梅子的豆皮哦，蔓越莓干呢，葡萄干呢。五份鲑鱼生鱼片，看起来还蛮赞的。我的大圣终于到了，
一来就点了深深的生鱼片，来的份数不对哦。生鱼片新鲜必点，放炸虾的纽约卷哦。Long two， 优格沙拉看起来不错哦，它是优格酱，酸酸甜甜的，里面还有个芋头、南瓜、生菜、青花菜。今天的甜汤是白木耳，芒果加牛奶双麒麟哦，鸡的口味，好吃的抹茶冰淇淋。Happy ending。